既然愿意为党服务，就没有委屈的问题。我们的对中华民国的忠诚不容置疑。我感谢党中央对我的肯定，我代表军系一定会恪尽我的职守，服从党的政策。如果能够顺利进入立法院，一定会如实扮演好我的角色，没有任何委屈。愿意为党服务，就应该承受所有一切。谢谢。